直播哦。好，那么因为刚刚其实我们有说是12:30，不过因为我们设备有一点点小问题，所以呢现在还是请大家留在线上一起收看我们的直播哟。那我们今天呢是韩国某一塔遮瑕风法粉笔，我是主持人戴戴。嗨嗨，我是 Rose。 啊 Rose， 今天这位美女呢就要来跟戴戴一起介绍我们这次屈臣氏独家优惠韩国某一塔风法粉饼。现在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样子的好康优惠，因为好康不能错过，所以一开始进来的朋友也要仔细的听清楚了。我们这次呢独家的限时优惠呢是今天到21号，只有四天的时间，现在呢是特价350元，噔噔噔，优惠价提供给大家。好，那今天呢其实只要每次看到主持人通常都是有好康好礼可以拿的，都是这样子。我跟你说，不管是在你在任何场合看到主持人，其实主持人真的不会咬你们，我们都是要送礼物给你们的。今天要送什么礼物给大家？现在在收看直播，对不对？只要帮我任何的留言，比如说你可以发个爱心爱心爱心哈哈哈，或者说 Rose 好正，戴戴好美，很想听到这句话。对，只要这样子留言呢，我们就会送你，锵锵，是这个韩国 C1 的护发素。而且 Rose 你知道吗？它是沙龙专用的沙龙级护发素。对，而且这个呢现在非常的方便，因为现在是暑假的关系，其实很多人都会安排3天2夜的国内小旅游。对，然后这时候呢其实你通常你在外面你会用饭店提供的沐浴乳洗发乳吗？我不太会用，我也不会，带超重的。因为我总是觉得他们的洗起来很干，然后就是不符合我的发质。对，如果我要去海边的话，就是头发超干的。对，你去洗头发像个宅男，吹头发就宅男。我也是这样子，所以我只要是这种体验包、外出包，我都会超级开心。而且我最喜欢护发，因为它这个大小最刚好。对，而且这个真的是完全不需要，就是。就直接放着，就是轻轻松松哎，两天一夜直接带出门，直接带出门就可以，非常的方便。那这个呢？你看我们今天准备了那么的多，都是要免费送给大家的。所以现在有没有朋友有留言了呢？现在留言的话是免费送哦，你可以留个哇，主持人好美，多想听到这句话，很想拿到赠品，对，很想拿到赠品。我们是免费的送给大家。那还有呢，我们今天有一个抽奖活动，这抽奖活动呢有一个通关密语。通关密语是来跟你讲。 好，这通关密语呢就是你帮我 tag 一个朋友，并且呢打上韩国某一塔风法粉饼，就是你的不二法门。对，要讲不二法门。这个呢就是我们留言的通关密语了，就可以抽奖。对，就可以抽奖。那我们这次非常的佛心，我们总共要送出10位哦，我们总共要送出10个幸运儿，就是直接拿到我们的正货，直接拿抽奖免费。 对，就是直接拿我们现在特价350元的这个风法粉饼，直接免费的送给大家，是不是非常的好？而且呢，我们就是在8月18号，今天到21号为止，所以其实直播结束之后呢，到21号，大家都还是可以继续抽奖。我们会在8月24号的12点，在粉丝团上面公布这个幸运名单，总共会有10个幸运儿哦。好，那我们现在呢，就话不多说，赶快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的产品了。那因为刚刚呢，大家应该都有听到韩国某一塔风法遮瑕粉饼，所以它就是跟头发相关的。所以像我今天身旁呢的 Rose， 她就是一个长发美女，对，看起来头发呢。其实没有什么问题啊，可是我觉得在发际线的地方，然后跟像这种胎毛的地方，就是很容易感觉好像发量很少。其实好像真的会是这样子，因为我有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尤其是绑头发的时候，对不对？夏天头发这么长，绑马尾的时候，真的觉得我的头发也太少了吧。而且重点是我刚刚发现我们两个共同点了，就是我们都没有刘海。没有刘海，其实刘海有时候就是逆可以遮住一些东西，也可以遮一下。对，可是我们现在就是额头整个就是哇，直接光光亮亮的露给他人看了，真的。所以这边呢，可能就会有一些小小需要补的瑕疵了，我觉得就是遮瑕，我都找不到办法可以把它
弄好一点。没关系，我跟你说，今天我来帮你。哎，那所以一开始我想先问一下 Rose， 平常化妆要化多久？嗯，大概半个小时。那如果要加头发呢？大概再加半个小时。所以差不多一个小时才可以出门。对。所以有时候其实你出门，就是比如说跟朋友约10点，你9点就要起床弄了。起来妆发。嗯。哎，其实不止，还要交通时间，说不定8点半就要起床了。要看好，那今天呢，如果有一个法宝可以解决你这个头发的困扰，只要5秒钟，你愿意尝试吗？5秒钟，对，好哈，就是直接就只有5秒钟，对，只有5秒钟，对，这5秒钟就好。好，那现在马上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角，酱酱，这个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包装。这个包装呢要帮我认明哦，好，就是呢我们认明包装，不要买到仿的，因为毕竟是要用在自己的头皮上面，所以这个安全呢大家请做好包装。看一下，好，给大家看一下，待会呢我们在使用上面步骤已经很大的直接画出来给大家了，里面等一下你会看到会有个专用的粉扑，那么就直接呢帮我们压粉饼，就直接按压在头皮上，像盖印章一样，就可以遮瑕、遮白发，或者是遮你鬓角呢比较稀疏的地方。那最后呢，我们会有一个测验防泼水，然后跟清洗的测验。嗯，好，那现在呢直接开箱给大家咯。噔噔噔噔噔噔，自己配乐啊。那里面呢有一个小道具，对，就是这个，捡到了，谢谢。叮噔，它要发光，像小当家一样。好啦，这个呢就是一个眼影棒，可是它其实不是用在眼影上面的，你知道它用在哪里吗？细微的地方。对，细微的地方，就是比如说像是 Rose， 它可能现在状况呢，就是其实你的发量已经算是很好了，我觉得，因为我看过比你更稀疏的，对不对？你应该有看过吧，多多少少。不能跟别人比，好啦还是要先看自己。对啦，主要是女生真的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就比如说像是这边，我们可能不太方便用粉扑，因为不是大范围的，小范围我们就用眼影轻轻的这样子扫过，其实这样就可以了。所以这个眼影棒其实蛮方便的，对不对？它会附在里面，这样它会附在里面，对，它就是一起附赠的。好，我们先帮大家简单的开箱一下，打开来。就会有个专用的粉扑，然后并且它里面呢也会有一个这个可以阻挡我们不要让粉扑一直碰到发粉的，这个就是这样子，里面呢你就会看到这个。那刚刚呢其实刚刚有讲到，就是5秒可以立遮白发，而且呢它有四个大的特色，像是有防风防水，然后立遮白发、自然发色跟瞬间丰盈。这四个特色有没有 Rose 你自己听起来比较在意的？我非常喜欢自然发色跟瞬间丰盈。哎，真的，因为其实我有注意到 Rose 的发色是就是比较是、对自然的颜色，对，不是那种特殊色，就是比较自然的柔美的，可能就是以棕色为基础，对不对？对，所以其实自然发色很重要，就我们也不要把自己的头皮用成奇奇怪怪的。对啊，如果说这边是一个颜色，头发是一个颜色，蛮可怕的。对，就我觉得自然很重要，对，被人家看出来。我觉得化妆就是要不着痕迹，比如说你看我们画眉毛，然后画眼线、画眼影，都是要一种不着痕迹的感觉。所以我们的头皮也是一样哦。那这边呢，再给大家看一下后面这里也有一个使用说明，很简单。那这里有一个字，有一行，我想请 Rose 帮我念出来。生产国别韩国，没有错呢，我们是韩国原装进口，生产国别韩国原装进口。好的，那我们待会呢，因为已经介绍过使用方法了，我们就直接来帮 Rose 实测在手上，先给大家看。好，那不要忘了，我们今天呢只要任何的留言互动或是留言抽奖都有机会可以获得小礼物，所以在看我们示范的同时也都可以在线上跟我们聊聊天。首先呢，我就拿起专业的粉扑，好，轻轻的这样子拍了几下，我们就直接先拍在 Rose 的手上给大家看。好，其实这样就可以看到它已经上色了，对不对？看得出来吧？好，那如果呢，我觉得哎还不够的话呢，我就可以再拍一下。其实它的用量是非常非常省的。
的轻拍，你其实可以发现它非常的均匀。嗯嗯，它不会有什么就是结一块，然后有一块是比较颜色淡，一块颜色深，它其实非常的均匀哦。那么接下来呢，因为刚刚有讲到我们呢要实测防水的部分。嗯，因为今天呢其实最近很常突然就下雨。像台风要来了，对，台风要来了，像上周也是，对，最近有那无花果台风，无花果要来了，对，那可能会想说，哎，我今天走在路上，然后我用了发粉，但是突然下雨了怎么办？对不对？我会不会流黑水？就我会不会就是像黑发魔女，就是就对对对，然后就开始这样子滴？天哪，我一定会觉得超尴尬，就是无脸见人。那我们现在马上就要来测试防水的部分了。我们现在呢准备了水，然后跟全白的干净的卫生纸。那我们现在呢就要来试试看无花果台风的威力了。好，假装呢今天走在路上不小心下雨了。好，对，下雨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润的手上已经有这个水珠了，对不对？那现在卫生纸呢，现在是全白的卫生纸，我就直接这样子压。压完之后呢，大家就可以看一下咯，它其实呢是非常牢固的。再来呢，我们看一下 Rose 的手，它其实呢颜色还是在上面哦，你有没有看到颜色还是在上面，还是很均匀。对对。那么接下来呢，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个疑问，就是洗得掉吗？对不对？你看，其实不用我 Q， 对。其实通常呢，我们像是唇膏，大家也会害怕，对不对？什么不掉色，我们就会想说，天哪，不掉色是不是很难卸？很残留。对，怕的就是怕这个。比如说，我今天真的用在头发上了，我用在头皮上，它如果洗不掉怎么办？嗯，对，我就这样子，好像有点得不偿失的感觉，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呢，就直接实测清洗的部分。好，我们现在准备了这个水盆，这里 Rose 可能要辛苦一点，可以哈。好，那我现在准备呢帮 Rose 来卸掉，就是洗掉。它其实就是模拟我们一般呢在洗头发的时候，其实它就是跟着你洗头发的时候就可以洗掉的，轻轻的这样子抹一抹。其实我觉得就跟女生在化妆很像了，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用在头皮上面的化妆品。因为其实我们用在脸皮的化妆品已经非常常见了，眉毛啊、睫毛膏、眼影、口红、腮红这些的，那大家使用完都会卸妆，所以呢，其实我们头皮使用的也要记得要卸妆，就是要洗掉。那其实呢，不太需要，就是说，哎，你要去找特别的什么洗卸的东西，其实是不需要的。我们就是在自然洗头发的时候呢，它就可以自然的被洗掉。其实我没有很用力搓吧，嗯。就觉得轻轻松松的，好像在做 SPA 一样，帮我们 Rose 保养一下纤纤玉手。有没有线上的朋友有留言的？我想要知道大家留言什么。假爸爸，大假爸爸，今天午餐吃什么？不要问了，只要留言，我们就会送赠品哦。好，那我们来准备卫生纸，先给你，我放在你手上。好，这边。OK， 给大家看一下，对，看得出来吗？我们就是直接实测给大家，这个洗它也是非常的好清洗的。好，那么哇，我觉得留言的朋友蛮多的哎，记得要留言带带好证，我等一下回家会看。还有 Rose 好妹，好的，那我们刚刚是在手上已经完成了，嗯，觉得有什么想法吗？我觉得它没有残留，然后就是也不会有那种厚重感，是不是？对，刚刚是在手上的时候，就是怕的就是头皮可能之前大家没有习惯去用发粉去遮瑕这些的，如果用了我会不会闷啊，然后厚重啊，或是不好洗，对，洗 不好洗掉，我觉得这个都会担心的。对，那我们等一下呢就要直接试试看若是的头皮可以吗？这样我有点担心。你一定有点担心，为什么？安全吗？安全吗？哎，其实你脸到一个很好的，脸比较近了，就会担心如果造成头发负担。哦，对，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但是代代也有所准备。我们呢，其实是有去检验的。刚刚有讲到呢，我们是韩国原装进口，对不对？所以呢，在韩国是有通过韩。
韩国的 MSDS， 就是他们的安全检测，在韩国是有透过检测的。那我们原装进口到台湾，为了怕很多消费者可能也会有像 Rose 这样子的问题，因为毕竟用在自己身上会担心，所以呢，我们有特别呢也去跑了台湾 SGS 的检测哦。这样是不是非常的厉害呢？因为我们还有特别的去检测到双检验，对，非常的安全。SGS 认证大家应该都很有这个概念，对不对？ Rose 应该也是知道，讲到 SGS 就觉得可以放心了，就觉得是台湾也检验过，就适合国内人。对对对，就是国家级的检测，那是有通过的，所以现在可以试头皮了吗？好好，那我们就准备来试一下头皮了。好，那 Rose 是不是先去绑头发好了？好，那我来跟大家再讲一下呢，我们今天呢收看这个直播有没有留言了呢？赶快留言哦，任何留言都可以哦，比如说哦我好需要，然后或者是一些什么称赞主持人话，是多想被称赞，一直说一直 Q 一直 Q， 好，这个呢通通都可以，我们呢会免费的送出，只要有留言的朋友都会送 C1 的护发素，免费的送给你，那我们准备一定的量，送完就没有了，所以可以赶快把握机会。另外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抽奖活动，免费的要送我们的发粉给大家哦。这个抽奖活动呢的通关密语再跟大家说一次 ，tag 一个朋友，并且留言韩国某一塔风发粉饼就是你的不二法门，这个就可以抽奖了。在24号的12点，我们会公布在粉丝团上面，名额有几个？有十个，有十个。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 Rose 已经把马尾绑好回来了。我觉得你绑完马尾之后，比较看得出来一些你刚刚在意的问题了。对，就是当头发梳起来的时候，就会很明显有发际线的问题。我觉得蛮困扰的。那刚刚有说就是5秒可以解决你这个困扰。对，我们现在就来试试。就我觉得我们大范围的地方呢，比如说像是这边，我可能先用粉扑拍一下，然后其他的地方呢，我们再用就是眼影棒去做补强就好了。因为它有时候这个啊，它毕竟比较大范围，如果你拍一拍，哎呀，不小心印堂发黑，对，这样子好像就不太好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先来实测，就是比较大范围的，比如说我觉得今天我们比较在意正脸。这边的地方呢，我可以的，就是先拍一拍，大范围的去拍一下。然后呢，就是再出动我们的眼影棒，去补一下，就是这个地方。因为像我刚刚讲的，我们的粉扑面积毕竟是比较大的，如果真的不小心。因为通常都是化完妆才会弄头发，对不对？若是也是这样吗？对。对啊，如果你在弄头发的时候不小心，哎呀，妆都白化了，可以快30分钟。对。所以呢，给大家就是可以看一下用这样子补的方式，然后还有就是你帮我转过来，这边鬓角的地方，其实我觉得鬓角的地方也很适合用我们的眼影棒去做补强。这边有看到吗？我在上色了，这边就有。我也想看，你也想看，好，我来给你定，噔噔，看一下有没有。你补完了？对，我补完了。瞬间我的秃都不见了。对，瞬间就稀疏的感觉，就是头皮的感觉。有时候头发很多哎，对，是会露得出这个头皮的感觉的。那若是你自己想试试看吗？我要把这边补回来。对对对，我觉得这样子才不会减损你这个动人的美貌，还帮你拿镜子，这样可以吗？想想。可是我们刚刚测试它防水，所以我流汗的时候就不用担心流汗的问题。对，就不会流黑水，因为其实蛮多人会害怕流黑水的。对，因为这边通常是会流汗的地方。对，我觉得刚刚测试完防水之后，我就比较放心一点。好。对啦，其实不只是。可是无花果台风要来，风大呢。我们等一下也准备了，好不好？就是，好像无花果台风的风速。年轻五岁。年轻五岁，你浮夸。真的很快就有效果。真的很快，真的很快，而且就是它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小小的细节。对，小小的细节，但是女生通常都要在意细节，我们才可以把自己变成100%的台。
有时候可能就差那么一个三分五分，就这里的细节在补强之后就赢了，真的就赢了，就是人家看不出来的小细节可以非常加分。对，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实测你刚刚说无花果台风的风速，对不对？对对，就是因为它毕竟是法粉，所以有人可能担心像眼影一样会飞粉啊，这样子的问题会不会吹一吹通通都不见了，有点担心、哦、对，所以现在呢我们就出动夏天常见的小法宝电风扇来吹一下 Rose 的头发了。我现在开成有没有，现在已经有一点风了，有没有台风来了，这有飓风的感觉，飓风的感觉，可以看到 Rose 的头发其实都已经在动了，但是应该是没有看到任何的粉掉吧，对不对？来吹一下枕头，把刚铺过的地方都吹掉，吹一下，咻咻咻咻咻咻咻，好。然后呢，再上个镜子给 Rose 看一下，整理一下，有点狼狈，对不对？嗯、对，有点像台风天走在路上这样，哦哦，我的天哪，风怎么那么大？但是没有掉哎、欸。对啊。整理完还是一样的漂亮，对，就是还是颜色都很完全的。嗯，我害怕说它会不会哪边就是掉的蛮明显的。如果真的掉的话，就太 NG 了，不行。所以它有防风，也有防水。对，防风防水，重点是又好清洗。嗯，对，这样台湾真的会蛮方便。嗯，而且就是我觉得今天不管是你骑机车戴安全帽啊，或者像你刚刚说的，这边就是本来就比较容易流汗，对，你在擦汗的时候也不会被发现你偷偷用的东西，因为如果有一些会掉的话，你可能就会担心说，哎呀，这样子我如果流汗擦的时候有没有会有黑色，对，被朋友发现。那其实刚刚我们也实测给大家，它其实是不会掉色的，非常的厉害。像我想到头发的话，我觉得像我朋友有少年白的那种，可以盖得到吗？你刚刚说可以遮盖白发，对，我们先来实测一下，因为这个刚刚呢，我们其实也有特别讲说力遮白发。那因为主要是若是他没有白发的问题，不过可能线上很多朋友是有白发的问题，那怎么办呢？我们直接来实测给大家看。好，这边可以看到呢，我们有一撮头发，一撮头发。几乎是白色的头发了，那我们就要用这个发粉来实测了。好，首先呢，一样拿出专用的粉扑，然后呢，其实我这样子，我设置在这里好了，轻轻拍，轻轻拍，它上色其实很均匀，因为 Rose 的头发、啊、是自然发色，所以可能大家刚刚看不太出来，我们用这个白发下去做测试，你看我才压一下，然后我的范围就那么大了。重点是呢，是不是很均匀？给大家看一下，好厉害了吧？是不是这遮瑕效果非常非常的好？有没有？而且我刚刚才压一下，嗯，对，很厉害吧？你想不想试试看？我要试一下。你也要试一下，很神奇，对不对？好，给你试一下，就是每个人其实都可以轻轻松松的操作。然后很简单，因为谁不会盖印章，对不对？拍拍拍，好像是什么密语咒语，拍拍空飞，就是这样子，非常非常的简单，效果蛮快的。对，就是这样子，拍一下拍一下，而且重点是我觉得它非常的均匀，而且我们还特别准备了就是白色的纸，因为这样子我们觉得它的对比效果比较好。你看。它这整个区块它都有上到颜色，对啊，有人问多少钱，是不是？我跟你说，现在18号到21号都是优惠价，350元，所以呢，这个是不是 CP 值非常高的神器？好，到21号为止哦，到21号为止，屈臣氏门市，对，屈臣氏独家的优惠活动。好，那么刚刚呢，是不是刚刚旁边的小编一直在给我打 pass？就是好像呢，我们有找到一位刚好路过，然后对我们的直播蛮有兴趣，而且他有少年白，白发问题，对对对，试一下，对，所以就是他可能经过的时候就很有兴趣。那我们现在就非常感谢他，然后也请他一起来直播前，好了，欢迎，嗨，你怎么称呼呢？哦，我姓陶，陶，那我叫你陶陶哥好了，可以吗？可以。你是刚刚好经过这边吗？对啊，我刚好经过。然后就是看到这个力遮白发，还是、啊、
对啊，要控到，然后你有没有看到嘛？就白头发很厉害，那就从小就是人家说少年白，少年白，就很烦恼。嗯，哎，你那还好，你今天有出来逛街，对啊、因为刚刚好经过，对不对、嗯？哇，那我们等一下呢，就会主要帮你测验，嗯、就是我们这个五秒力遮白发、嗯，然后它是韩国来的，这边给你看一下，生产国别韩。韩国原装进口、嗯，那主要就是防风防水、力遮白发、自然发色跟瞬间丰盈，就是希望它可以改善你少年白的部分。直接力遮白发试试看。对，好。那因为刚刚呢，我们也测验了，可是因为头兄应该没有看到，我们再给你看一下那个板子、哦。对，就是这个。我们刚刚呢有实测在头发上面，这效果你应该还满意吧？好厉害、啊、很厉害，对不对？再给大家看一下，如果刚刚没有看到的话，对，就是这里。那我们等一下就会直接试在你的头发上，是 OK 的。对，好，看看你这个板子啊、嗯、我觉得你可以让大哥比对一下，就是他就是白发的效果、嗯、因为其实可能镜头下看不出来、哦、因为有灯光，对啊，你这样子看得出来，就是把他头发搭起来的话、嗯、其实是看得到白发的、嗯、这样子以后、嗯、好好好，对啊，因为少年白他就是比较灰白灰白发，对，只要硬看是蛮明显的。所以大哥平常也会特别去染头发，平常是有、嗯、之前是有染啦、啊嗯、可是因为就是那种旧式染发，就那种手都是黏黏蓝蓝的、嗯、就是很讨厌、嗯、所以后来就不太爱染头发了啦、嗯嗯嗯、因为我不晓得有出这种这么新奇的东西，对，其实很新的东西，对啊，而且男生也可以用、嗯、我觉得这是蛮方便的，就不算说都是女生的美发用品、嗯、对，就是直接让大哥试一下，男生也非常需要，对，其实这个真的是不分男女，嗯，大哥今天也来试试看。好啊，好啊，那我呢就先跟你介绍一下，我们打开来就会是这个样子、嗯、然后打开来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专用的粉扑，然后里面就是发粉了，好，就会是用这样子。好、嗯哦、有人说好想买，那要赶快找屈臣氏，因为我们现在是屈臣氏独家优惠。好，那我试，直接试在这里。好好好啊，我给你镜子好了。好，好，就是你也可以直接看着，大家可以从阿伯变少年，就是你看啊，它超简单就可以盖好，然后就是这样子轻轻的，哇，好快，对啊，哎、欸、其实有哎、欸、前面这一块、嗯、对，前面这一块，等一下啊、喔、好，这是我们刚刚讨论的刘海哎、欸、对，哇，好快，对，就这样子、嗯、有看得出来吗？哇，是不是觉得很神奇？好神奇，对啊，这就是一个全新的，就是全新的概念了、嗯、好，那大哥我想要说、嗯、你自己试试看好不好？好啊，因为你应该也没有自己尝试过，对不对？没有尝试过，没有尝试过、嗯、也没有特别化妆过，对，没有，对，没关系，我们这次呢就让男生大哥自己试试看、哦、因为它其实非常的方便、哦、你就是把它压在有你在意的少年白的地方、哦、就可以直接铺上去，对对对对，看得到吗？看到，好，那我们可以用这样子抹的方式，也可以用拍的方式，哦、拍打的方式，所以有两种，对，哇，好快哦，很快，对不对？哎，神奇，哦、有当场年轻十岁的感觉。这边的效果、有吗？另外一边效果，嗯，你可以把这边打都涂下，然后鬓角这边也蛮明显的，哦、因为靠近皮肤的话都蛮明显的。哦，不一样哎。对呀、啊，其实有哎、哦，一边是阿伯，一边是少年的感觉。哦，我觉得从鬓角这边就蛮明显的，哦，嗯，差不多，一边是阿北，一边是少女，嗯，头哥太风趣了，不一样哎，真的不一样哎，对，其实这个也是蛮好的礼物，可以送给爸爸的，嗯、对啊，对 对, 对，就是一些男生的需求、嗯，其实这个真的不是只有说女生才可以使用的东西，哦、这样用完有没有觉得其实非常的方便？觉得而且方便，嗯。就而且我将来用还可以防水、嗯、对对对，所以因为我骑车嘛，对呀、啊、因为我骑车有时候会流汗、嗯、对，也很麻烦，对，所以呢、嗯、我们等一下不知道方不方便就是测验一下防水，好啊，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啊，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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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很好，太棒了，不会啊，因为我骑车也是很需要这种东西，所以你其实也很想要自己知道一下到底会不会流黑水、嗯、对不对？对对对，因为骑到一半整个脸都黑了、嗯、也很麻烦，对，其实也是蛮尴尬的，对对，会很尴尬、哦、好好 好, 好，那我们等一下这边有准备就是水，好啊 好, 好，可是呢这个水可能会比你要来的那个无花果台风会稍微强一点点，没关系，你就不要喷下去了，好好好，哎，那
这边你是比较方便，你帮我喷好了，就比较顺。好，等一下，我先准备卫生纸给你，你可以压在你的额头上。呀，你的眼睛比较快。对对对对，好好好好好好，你喷吧。哦，我们刚刚这个范围，对这个范围。有小台风的感觉，有小台风的感觉，有没有瞬间哇？好像要加风下来。没关系，你可以再加一点给你。再加一点点吗？滴下来了。好，有吗？没有。哎，它滴下来的完全没有哎。水哦哦，好神奇。很干净的是水。嗯，哎，这真的很厉害哎。哇。它是完全不会掉色，因为我直接喷在大哥的头上，然后所以它的水珠是直接流下来的，透明的水珠直接流下来。很神奇，对不对？真的很神奇，大家可以踊跃的来留言哦，赶紧的哦，好厉害，对，很厉害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帮大哥，嗯，不介意的话，我们测试一下防风，可以吗？好啊，好啊，因为通常台风天都是夹带着风跟雨的，嗯，那我们现在就是模拟一下，嗯，会有一点点不舒服，好，给大家看一下啊，有没有？哇，大哥这个表演戏剧真的很强，对。对对对，哎，其实水珠也还在流下来，嗯，然后看得出来是真的不是流水。好，这样没有，这样吹吹吹吹吹吹吹。好，我们再上个镜子，给大哥自己看一下，你觉得有差吗？就是经过了风雨交加的夜晚之后，对，你再次的睁开眼睛，嗯，还是年轻的，还是一样的年轻少年，对，这边还是少年，对不对？所以其实它的效果是真的很好的，因为我觉得我们刚刚的风风雨雨其实都有一点夸大，你日常生活中其实不太会真的就是这样子，然后或者是被人家用水喷，所以我觉得就是流汗啊，或者是你真的不小心忘了带雨伞的时候，不然淋到雨都是可以应付的状况。嗯，所以今天大哥这样体验完有什么感觉？觉得哇，这么神奇的东西，实在是要赶快去买才对。对对对，就有点相见恨晚。对呀、啊，只恨自己没有早一点遇到，对不对？可以终于可以从阿北变成少年的感觉。好，那同时呢，我觉得其实也可以，因为可能化妆品的关系哦，嗯、女生比较多会是知道的。那其实身旁的女生呢，也可以买给爸爸、嗯、叔叔，或者是有相关困扰的朋友，嗯、因为其实少年白的困扰应该是。蛮多人会有的，我记得我身边蛮多同学也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对，所以有时候他们就很在意，因为真的会比视觉年龄看起来还要，嗯、就是会比实际的年龄还要大，嗯，老很多，老很多，都会被叫阿爹阿妈的感觉，你真的是辛苦了，辛苦了，而且我觉得很方便，他在屈臣氏就可以买得到，对啊，嗯，好，那么最后呢，我来再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次屈臣氏的独家优惠哦。哦，那么刚刚呢也有带大家看过我们的包装了，记得呢我们这个包装一定是要认明包装，大哥刚刚也有仔细看包装哈，对，不然就是呢你来屈臣氏买就可以了，因为现在呢有一个独家优惠，不然大哥帮我拿。哦，对，认明这个包装。对，然后呢这次呢我们独家优惠8月18到8月21，只有4天的时间呢，刚刚有人在问多少钱，是350元，350元的限量。那现在呢在我们直播底下留言参加抽奖的话呢，也可以哦参加我们的抽奖活动，我们会免费的送10个幸运儿，直接的正货送给大家。怎么这么好，真的很好哦，所以其实你等一下也可以参加抽奖，对，因为我们直播结束之后还是可以继续参加抽奖。嗯，好，那刚刚呢其实有人问说发量少也可以吗？其实是可以的哦，因为这边也有一个自然，就是瞬间丰盈，嗯，所以它其实你不管是发量多发量少，因为其实Rose发量算蛮多的，对不对？可是在前额的地方还是可以稍微盖，可是就是我是觉得呢，就是我们今天不只是发量多的人没有，发量少更需要，哎，因为发量少你可能这样一波就看到头皮了，对，就看到头皮了。所以其实你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呢去遮盖，它其实就是会让你有头发丰盈的感觉，会比较多的感觉哈。好，所以今天呢直播，大家还看得开心吗？我们这边真的也很谢谢大哥，哎，没有没有，就是很谢谢你。对啊，能够体验这么好的东西，太神奇了，太神奇了，谢谢谢谢，活着真好，活着真好，嗯，好。那么最后呢，再来
就是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呢，只要任何的留言呢，都会送我们 Rose 手上的这个 C1 的护发素，这是韩国的沙龙在用的护发素哦，这是免费的，要来送给大家的。然后最后也再提醒一下大家，参加抽奖活动，只要 take 一个朋友，并且打上韩国某一塔风法粉饼，就是我的不二法门，对，太棒了，招牌动作，对，这个呢就可以参加抽奖。我们在8月24的12点会在粉丝团公布名单，所以大哥等下就可以看一下直播参加抽奖了。好，那么最后呢，就要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了，希望呢都有帮助到可能发量稀疏啊，或者是像 Rose 这样的美女前额呢有一点点稀疏，或者像大哥这样子少年白的朋友都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大家拜拜，拜拜。